祖师，系南印度人，原名菩提多罗，后改名为菩提达摩。因为曾经传授武艺俾少林僧人，故此被称为一代宗师。其实达摩祖师主要是宣扬二入四行禅法，是中国佛家的始祖。达摩祖师的思想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。老伯，呢度系咩地方啊？对你嚟讲，呢个系陌生嘅地方。就算讲你听，你知道亦等于唔知道。我话你唔知啊，真啊！呢度系我嘅国土，第日啦，我仲要喺度继承皇位噶。你目前对自己嘅处境都唔够把握，将来嘅事你能够肯定，你都系随遇而安罢啦。不知啲雾几时先散咧？喺你眼中睇到嘅都系虚幻景象，但喺我眼中就乜都冇。老伯，咁你喺度做咩啊？我喺度等你。我？我唔识你嘅。但系我识得你。咁有咩出奇啫？系人都知我系三太子啊。我唔只知你系三太子，仲知你嘅过去同将来。将来？你头先咪话将来唔可以肯定嘅咩？但系我真能够肯定你嘅一切。好啊，远嘅唔好讲。我今日会发生咩事啊？必遇凶险，斗死一生。哼，咁然后咧？同我一样，一朝九年。你够胆喺我面前乱噏嘢？你到底系边个？我就系你。系我？嗯？奇怪。三王子。三王子啊！三王子，三王子，皇上突然呢个怪病啊，就嚟死啊！快啲翻皇宫啊！吓！跳！跳！跳！
都是时日无多的了，这个皇位不是早已经立诏传位给三弟的吗？他的世都回不了了。父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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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得的了。父王，父王，父王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们做什么不出声啊？冤魂竟敢附身人体，哼！我嚟报仇啊！佢灭我王朝，杀我全家，再过半个时辰，佢就同我一样啦！叶将，你哋咁样杀嚟杀去，几时先杀得完呢？化解仇恨。唯一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慈悲的心去原谅别人。你为报仇而杀多一个人，多增一份罪孽，如果你还执迷不悟，将来必落地狱。地狱？这样吧，你先将仇恨抛开，我和你超度，你就可以有机会去西方极乐国修行，免受轮回之苦。西方极乐国？多谢法师指点。好，善哉善哉。开化灭空。父王，父王，父王，父王。父王，发生咩事啊？冇咩事，冇事，你休息下先啦。法师留步，父王吩咐将呢粒宝珠相赠。请问三位太子，呢、這个世界上仲有乜嘢比呢粒宝珠更加珍贵咧？呢粒宝珠能够照亮世上万物，世上亦都冇其他嘅宝物可以同佢相比。只有法师的德行才能配拥有这粒宝珠。你呢？我想说的都被王兄他说完了。宝珠之光只照耀他人而不能自照。我认为世界上最宝贵的是智光。什么是智光啊？智光就是智慧之光，它不但可以照亮人的内心，更可以辨别是非。万物之中，乜嘢系无形无象？心中不想，自然无形无象。万物之中，乜嘢系最高？人格最高。乜嘢系最大？法性最大。君王所赠，我以心领。
法师，我可唔可以代父王请你食餐饭？客气客气，请。你睇住窗外边系咪有好多嘢谂？唔敢谂，唔敢谂。你闭目打坐，咪又系有好多嘢谂。过去嘅已成事实，将来嘅亦都冇咩好谂。净系谂系唔可以当饭食嘅。哦，斋菜虽然清肠胃，如果日日如是，咪盏搞到营养不良，身体虚弱。牛咁大只，都系食草为生啫。牛的生理结构和人不同，所需的营养也不同。我至少到现在都是吃斋来维持体力。人和牛的牙齿都一样是平齿，其实人类食肉是违反了自然法则的。人是万物之灵，怎可以跟禽兽相比？我认为凡是背脊向天的都可以吃。那即是连他都可以吃得了。仲唔出去？系，睇嚟三太子嘅智光忽明忽暗。若果能够抛开杂念，专心修行，将来必定能够弘扬佛法，普度众生。我同法师唔同，法师自细修行，我身为王子，我谂我都系与佛无缘。咁好啦，一切随缘啊。未曾生我，谁是我？生我之时，我是谁？未曾生我，谁是我？生我之时，我是谁？我是谁？大王子。大贝佬，你要同我话俾三弟知。我打了几日山鸡，今晚同佢痛饮。三王子最近不知道发生咩事，几个月嚟不问酒肉，净系食素咋。唉，未曾生我，谁是我？生我之时，我是谁？咩意思？一拜得啦。是边个叫你出家的？是迦兰法师叫我出家的。一啲主见都冇，唔通你冇自发性嘅咩？再讲一次。是我自己要出家的。哎呀，
一啲都唔识尊师重道，自作主张。准你讲多次，睇嚟个性单纯，稍有善根，我就收你为徒啦。多谢大师，多谢大师。你又为咩要出家？你又唔系哑嘅，做咩唔出声啊？任何答案都唔可以表明我求佛之心，不如唔讲。好。既然你有求佛嘅决心，咁你就先去起一座稳固嘅自修室，以表心迹。昨晚冇翻屋企，你唔惊嘅咩？系佢叫我去嘅。咁我都冇咁惊。贱人，够胆勾我老婆系嘛？我会放过你嘅，唔打死你。唔系我勾引你老婆，系你老婆勾引我。奸夫淫妇，撞死你！唔好过嚟啊！喂喂，冧晒，企喺度，咪走啊！放过你嘅。我要打死你！啊，唔好翻转头啊！唔该，唔该，好啊！死啦！死啦！哎呀，放过你！小心好啦！打死你！打啦！唔好打啦！仲想走系咪？咪走！唔好打！等埋我啊！Thank you.
以后唔使送饭俾佢。有冇搞错啊？啊，明明答好咗，做乜拆咗佢？弟子愚蠢，花咗咁多时间至答好自修室，咁都算系答好咩？系已经答好咗，啱唔系？应该话揾到字啱，佛道修行在心中。跟我嚟。第一刀断除一切烦恼。第二刀洗收一切善法，第三刀愿度一切众生，现赐你法号为达摩。记住，我死后67年，你先至可以去真达，唔好操之过急啊！不作受人民供奉，净系识得钻研佛理，乜嘢叫做佛呢？固然冇有个僧人可以解释到。唔烂都系迷信，盲目崇拜，全部还俗，不得再反法门。系，全部赶出法门。你从天而降，动作如飞，究竟是正是邪？云王如果能够辨别正邪，就唔会排斥佛法啦。估唔到你都能言善辩啦。虽然我识嘢唔多，但可以解你心中疑惑。乜嘢系佛？见性是佛。我仲系唔明。觉悟就系佛。点样先至可以参透？有八种方法可以令你明白。边八种方法？应因缘而入胎，处世获得经验，眼得到见闻，鼻感受辛酸，谈论得到知识，躯体感受苦痛，累积嘅经验就领悟一切事物嘅真谛，咁就明心见性。执着又点能见性呢？君王可有所领悟啊？如果未有，唔真如死喺君王面前。你果然深懂佛理，你师父是谁？就是你的三叔菩提达摩。哦，我三叔他还没死了吗？意见王，同我收拾行装。哦，三叔啊，你真的决定要去震旦传法了？冇错，我要去挑选一个衣钵弟子，等禅宗佛法。
喺震旦可以发扬光大。三叔你咁大年纪，仲要攀山越岭千里迢迢，实在太辛苦啦。不如唔好去啦。呢个系天命。咁就等侄儿为你效劳，通知震旦嘅佛子接待三叔你啊。一切随缘。达摩祖师东渡中国，经过三年航程，于梁武帝普通元年在南海登陆。当时中国正在南北朝时代，战乱频频，民不聊生。达摩祖师除了弘扬佛法、普渡众生之外，更要找出他的衣钵传人。冇事，冇事。南朝。由于梁武帝笃信佛教，大行佛道，故此在他统治的国土之下，仍然能够维持小康局面。天竺禅宗掌门达摩大师将要东来南朝宣扬佛法，东林寺奉诏招待，我国全民皆信奉佛理，支立榜文广告天下。喂，上面搞定未啊？哦，走得啦，爽啲走啦。你后面执拾下，你去嗰边睇下。系，大师兄。阿弥陀佛。你带各位师兄去禅房休息下。系，请跟我嚟啊。请。师兄，普陀寺嘅住持同各师兄已经安排好啦。你哋记住，呢次系皇上嘅旨意，要我哋接待天竺嘅高僧。而且各地的住持都很快就会来到这里，所以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要圆圆满满，千万不要丢架，快点去准备一切吧。是师兄。哎呀，去洗毛去。哎呀，师兄，师兄，师兄啊，
达摩大师已经到咗门口啦。啊！快啲叫齐所有人准备迎接，等我话俾师傅听。哦。是不辞劳苦，东来传法，实在是中土之福。贫僧慧远今日接待大师，深感荣幸。出家人不必多礼。大师，你啲随从点解仲未到呢？我冇带嚟。咁样，你啲经书呢？都冇带嚟。师傅，咁即系咩啊？大师精通佛法。一定经在心中，大师可唔可以为我哋讲经？请。善梦，不得无礼。是他无礼之嘛。善梦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怠慢了达摩大师啊？我想没了。那为什么他又不讲经呢？那我怎么知道啊？达摩大师他笑笑口咁走的。啊，我明了。你明什么？可能天竺僧人讲经是不用口的。不用口怎么讲话啊？那个是天竺僧人。哦，你们听着，在污泥之中长出清洁的莲花，大家只可以采清洁的莲花，千万不要被污泥沾染到。估不到大师兄随口都可以悟到，就以一支污泥中的莲花轻描淡写作出这么好的比喻，佩服佩服。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污泥能生莲，亦系好泥土。嗯，咩话？污泥都仲有好嘢？照大师咁讲，凡事都冇定论嘅，坏嘅都有可取之处，咁系咩道理呢？冇好冇坏，因人而异。啊，好似有啲道理喎。你识咩啊？你而家系手握成拳啊，抑或拳握成手啊？这个道理等于先有鸡啊，
呢话系先有蛋，先有蛋，冇鸡何来有蛋啊？先有蛋啊，有鸡先啊，冇先冇后，两者都啱，视乎用咩角度去睇。啊，我明白啦。你又明？你又明乜嘢啊？大师嘅意思系一切随缘，唔好执着。普通人随缘即变，得道者随缘不变。讲嚟讲去模棱两可，我唔系几明白。咁你最好能够去揾一个令你明白嘅人。你梗系话我要揾嘅人就系你啦。你错啦，系你自己。系啦，大师，你都算系悟道之人。我有个问题想请问你：人死咗会去边啊？唔知道，原来你都有嘢唔知嘅。因为我仲未死。入到正室唔准讲嘢啊！系师兄。入边静坐三日三夜。油灯熄咗，喂，你做咩讲嘢？我哋唔讲得嘢噶。哼，好彩我冇讲嘢啫。大师，你喺度做乜嘢啊？你哋又喺度做乜啦？我哋坐禅成佛咯。哦，磨牙成镜。磨牙怎可以成镜呢？既然磨牙不能成镜，那坐禅又怎能够成佛呢？那怎才能够成佛呢？要明白，佛并没有一定的形象，而禅亦不是靠坐来领。你们只知道打坐，而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坐，又怎能够见大道呢？咁要点样先可以见大道呢？咁就要由根本修起。乜嘢系根本啊？心为根本，最从心生，亦从心灭。一切善恶，皆由心生。连呢啲咁嘅道理都谂唔通。只是从表面上下功夫，简直就浪费时间。浪费时间，浪费时间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大师啊！大师，皇上日理万机，仍然仲抽时间同达摩大师研究佛法，真系功德无量。估唔到天竺僧人穷到连鞋都冇得着。吹灵动啊！照我睇，系皇上嘅心动啫。大师所言极有道理，
不枉朕同你一场相见啊！贫僧身在远方，早已听闻梁朝君主有菩萨皇帝之情。今次我远道而嚟，系为咗广传佛法。你嚟得真系啱。朕自从登基以嚟，修佛寺、造佛像、抄写经书、供养僧侣无数。请问大师，朕有何功德呢？无功无德，就好似物件嘅影子一样，话佢有咩？实际上又系冇。咁要点样做先算有功德啊？结证圆满嘅得道者先至有，不过世界上好难揾得到噶啦。请问大师，呢个世界上有冇佛嘅呢？冇。身为僧人，你知唔知道你自己系边个啊？唔知道。真系话不投机。人类，送客。我已经唔做将军啦，点解你哋仲杀我？你为死去兄弟报仇，真系要逼我出手？咗成日啦，系咪有说话要同我讲啊？徒儿仍然成日发恶梦，请师傅赐徒儿解脱嘅办法啦。我咪讲过咯，昨日种种昨日死，你要念多啲经文。今日种种今日生，徒儿每日都念唔少经文噶啦。咁就要继续专心念落去啦。徒儿每次念经都系诚心求悔嘅。诶，咁你就错啦。念经的时候要心无所求的嘛。啊，多谢师父指点。师父等我来啊。不用了。师父，其实你没必要日日这样做啊。有那么多师兄弟在这里，为什么你还要这么粗鲁呢？为大众粗鲁也是一种修行，你以后的修为在我之上，一念之善亦可成佛，君子应当自强不息。这些只不过儒家学说啫。释道如本是一家，又有什么分别呢？最紧要的是心安理得。神光，不要太执着。你睇到咩人啊？哦，佢咪就系天竺僧人咯。嚟嚟嚟，快走啦！慢慢嚟，慢慢嚟。喂，等住啊！等住啊！嘿，嚟咗啦！系啊！喂，张胡子啊，仲唔快啲开船？哎呀，嗰天竺僧人啊，好鬼邋遢噶，污糟邋遢，用手拉饭食噶。系啊，佢哋貌似都用手挖嘅。系啊，佢仲抱住你个女添啊！你睇下，系喎，你抱翻个女啦。
俾翻我。诶，冇位噶啦。行快两步啦。喂，后边嗰两个快脆啲啦。嚟嚟嚟嚟，快啲啦。快啲啦，上船啦，上船啦。诶，开船啦，开船啦。诶，冇你份。你睇下个船家点解唔肯载佢啊？可能吓到外地人啦。系咯，由佢等下咯。你睇下，就嚟天黑啦。诶，如果佢搭唔到呢一度船啊，咁就要等到听日噶啦。大声。你睇下佢仲坐喺度等喎，哼！就算佢等到听日啦，我都唔会俾佢上船噶啦。啱，支持你。哦！哦！哎呦！咩啊？我个女咧吓，佢想点咧？我个女咧，我个女跌咗落水啊！真系我个女啊！唔使惊，唔好喊啦，你阿爹就嚟噶啦。知道今日成为雀鸟都是前世造业，你中箭受伤亦是因果循环所致，你心中千祈不要存有怨恨啊！我帮你三皈依，等你第日做人好修行啊！飞啦！在这里找着你的猎物。是啊。你一箭能够射到多少只猎物呢？一只咯。但是运气好的话都怕只有两只的。两只。那岂不是一箭双雕？不是什么？我看不止。如果运气再好一点还会射到怀孕的猎物。是啊。那就不止两只咯。我就只能够射一只，如果我射到那只，那千万众生就可以得到安详。那只是什么来的？就是你啊。是我？我不杀生而已，做第二个啊。血肉淋漓未足震，一般苦痛怨难伸，此身处地闷心上，谁可将刀割自身？你真系喺度，师弟，我哋劝咗你成日，点解你仲系咁固执？为咗逃避发恶梦，夜晚唔敢瞓觉，咁唔系办法噶嘛？系啊，你就系咁样，我哋就会当你系癫佬咁困住你噶。系啊，困住你啊，师傅，你哋翻去先。系。师父，你做咩割自己啊？我割自己大髀，关你咩事？师父，你自伤身体，徒儿心痛噶。我仲以为你系个冇感觉嘅人，徒儿知错啦。我哋修道之人必如心魔，佛心坚定，先至能够冲破。多谢师父教导。师父啊，我哋走咯。就得，我一早走咗啦。点啊？孭住我辛唔辛苦啊？唔谂佢咪唔辛苦咯？进步咗。空智大师嚟，阿弥陀佛。大师，阿弥陀佛。
师兄声名远播，真系德高望重啊！我哋潜修佛法，唔应该有得失之心，贪图声名就有喜怒哀乐。出家人应该要超越善恶得失，先可以四大皆空。这个天竺僧人没什么特别的，是啊，比普通和尚黑一点，听说他佛法很高深的。什么听说啊，我有个表哥亲眼见过用一位道光的。真的？是啊。我不信了。这位是达摩大师，贫僧空智，佛理肤浅，想请大师指点。嗯，心佛以至众生都是空，咁所体验嘅事物咪系假象，无性无凡，无思无受，无善无恶，一切皆空，啱唔啱咁呢？你点解要打人啊？你既然话一切皆空，你识痛嘅咩？睇一啲睇唔到嘅嘢，听一啲听唔到嘅声音，知一啲知唔到嘅事物，呢啲系真理咩？喂喂喂，你打咗人咁就走去？哎，师弟，你咪俾佢剥傻咗嘛？唔好多讲啦，言语好难解释清楚，唯有用心嚟感受。乃是本子的住持的，他沉稳到现在好像没动过。喂，我师父跟你说话啊。休得无礼，看这位施主的样子，当然是另外一种修行的方式。既然他来到本子的后山，就是佛缘，等呢位事主喺度安心静修啦，我哋走啦。系，正缘，以后就由你送饭俾呢位事主。系。
听正元师兄讲，由天竺嚟嗰个和尚已经七日七夜冇食过饭啦。唔止啊，好似话连一滴水都冇饮过。唔知佢点样挨落去咧吓？佢食咗啦，佢食饭啦。哦，又会咁都有嘅？喂，我哋去睇下啦，去啦。你哋睇，食咗啦，食咗啦，食得几干净啊！食得好干净添，都系冇食到。正德，我带你见识下。佢到而家都未食过嘢啊？点止啊！不眠不休，而且佢半年都未出个声啊！半年都冇出个声，系咪真噶？梗系啦，仲有假嘅？你唔信啊？咁口臭。呢度就系啦。正德，睇下好啦，唔好斗啊！哈气，哈气，哈气！正德，油灯就嚟熄啦，快啲加啲油啦！哦。记住啊，以后冇我带你嚟，你唔好自己嚟啊。系师兄。坐就三年啦，三年唔系啊嘛？咩唔系啊？人称不倒翁咪佢咯。哇！你真系三年都冇喐过啊？梗系啦，你睇下，冇喐噶，即系真噶咯。梗系真噶啦，如果唔系啊，边有咁多人拜佢？智光大师。传闻少林寺有个异能姓曾，你知唔知呢？贫僧同佢缘悭一面，反而圣上同佢有个一直之谈。哦，佢就系皇上曾经召见过嘅达摩大师。系佢？冇可能。照朕睇，佢对佛理一窍不通。当年我问佢，我为佛门做过咁多善事。他竟然说我毫无功德。达摩大师答得啱啊，请恕贫僧直言，皇上本有功德，但是成日都想着邀人称赞，那即刻意贪图功德，善恶抵消，那就一点功德都没了。好，算他答得啱。但当时我问他有没有佛的存在，他竟然答无。他也答得有道理。啊，皇上要知道，佛本身并无实质，只存在心中。皇上既然问，那即是有所怀疑。皇上心中无佛，何来有佛之理？
咁佢都唔应该答朕话，连自己系边个都唔知噶。估唔到达摩大师已经达到咗魔我境界，咁佢真系名副其实嘅得道高僧。彭将军，微臣在，你马上派人前往少林寺恭迎达摩圣僧回宫。皇上，少林寺属于北魏之地，神大兵前往会唔会引起纠纷呢？你唔识自己谂办法咩？遵命。如果今次请到达摩圣僧，朕一定要留佢喺宫里边，日日陪朕研究佛理。如果无缘，又何必强求呢？唔喺边啊！冇嘢睇，开打开啊！在下彭文海，奉梁朝我帝之命，特请圣僧回宫。咁，请恕在下无礼，抬佢走。系。你哋唔可以咁样噶。班齐人马，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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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。你话佢冇缘咩？但系又系有缘噃。皇上既然讲到个缘字，有缘冇缘都系一念之想啫。朕拜佛多年，今日先俾你一语道破，咁就一切随缘啦。啊，朕喺度同圣僧神交，咁系咪一样呢？走。神光，跟我嚟呀，跟我嚟呀，跟我嚟呀。神光，神光，兔仔，兔仔，系师傅叫你，唔系兔仔叫你啊，又喺度发白日梦。哎，师父啊，照你咁讲，梦中指示你向南行，必能悟道。咩话？师父叫徒儿离开龙发寺？唔系师父要你走，只系时机已到，要去嘅终归要去。而家你出去，人人都叫你做师父啦。你仲记唔记得？嗯？你做咩眼湿湿啊？神光唔舍得师父。唉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枉费师傅教你，又咁细老哥咯。师傅，你要保重啊！
你捉住佢！我哋嘅嘢你都敢偷，你未死过？佢嘅罪就由我嚟顶替啦。施主，你哋唔好再执迷不悟啦。唔关你事，行开。走了。女事主，你偷咗佢哋啲嘢，攞翻出嚟啦！女事主，点解你会沦落到咁嘅地步？我同家人走难嚟到呢一度，我阿爹不幸受伤，我听讲少林寺有一个不倒翁。佛法无边，所以我希望找到他，求他保佑家人。不倒翁，请问少林寺是在哪里呢？由这边一直向南行。向南行？好痛啊！女事主啊，你千祈唔好做傻事啊！你虽然做咗少少错事，都唔使自寻短见噶，只要知错能改，咁咪得咯。不倒翁嘅传闻都唔知真定假，我都唔知道去好啊，抑或唔去好。咁你就唔啱啦！既然有心求佛，首先要有信心，先至有机会达到目的嘅。其实人生短短几廿年，童年唔计，老年仲更加冇得计。中间剩下来的日子还要除了睡觉时间，只不过得万零日，我们必须把握宝贵的时间，多做善事来弥补过失。哈？哇，什么这么搞法啊？早啊！哦，熄咗啦。啲衫都干噶啦，我都系换翻自己啲衫啦。平凡的女仔同师傅去少林寺，我睇唔系好方便，我都系走先啦。你多多保重啊，师傅啊，我个名字叫做兔儿啊。兔儿，阿弥陀佛。
师兄啊，今日好似仲冻过前几日喎。系啊。咁不如点啊？你又想早啲走啊？仲唔走？听日早啲嚟加翻啲灯油啊！姐姐，啊，哎，大师，大师啊，大师啊，呢度200两，最紧要记得写上我老爷嘅名，佢叫沈阳啊，记得写200两喎。你老爷啊，真系功德无量，记得啦，净德啊，啊，师傅，后生嗰位师兄救醒咗未啊？我已经喂佢食过粥噶啦，但系佢嘅身体仲系好虚弱噃。我睇呢位师兄非常虔诚，佢一定向圣佛有所求啦。请求大师帮我安心。你心有不安？我虽然致力求道，但系我个心总有不安。咁你攞个心出嚟，等我同你安。点解我揾唔到我个不安嘅心嘅？我已经帮你安好啦。求大师收我为徒。首先要反省一下自己。若要知前世因，你今生受嘅就系啦；若要知来世果，你今生做嘅咪系啦。赐你法号为慧鸿。快点！我
个香油钱有300多两。达摩大师喺山洞一坐就9年，估唔到为我哋带嚟咁多福音啊！系啊，师弟，听日你带人将啲钱送去各地啊！系，咁啊爽啲手啦！系，听朝一早我哋起程下。好所謂睇僧面都要睇佛面啊！睇乜嘢佛面啊？就算揾佛祖嚟啊，我都冇面俾。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。你哋睇下，啊！呢班平時拜佛嘅和尚。今日都要跪在我的脚下，大哥，他们不是跪你啊。谁来的？就是山洞里面的不倒翁。不倒翁？哼，我今日就要刀砖他。
你真系需要就攞去。之前我会传授一啲锻炼筋骨嘅方法俾你哋，等你哋强身健体。武功同文字都系一样，有动态同静态嘅一面。其实我哋日常生活嘅表现，好似食饭、瞓觉，亦都离唔开呢个范围。你哋想参透禅机，就要用心观察，一举手、一投足都有禅意存在。我就嚟要翻天竺啦！你哋将自己学到嘅心得讲嚟听啊！文字净系阐明佛法真谛，唔可以执着文字，亦唔可以舍弃文字，只能得道之受用。你只系得到我嘅皮毛。据我所知，好开心咁见到阿初佛国之后，就悟出真理，到达咗至高无上嘅境界，再无所求啦。你所体会嘅，比头先道夫多咗啲，但系只得到我嘅血肉。地水火风皆是空，眼见耳闻鼻嗅舌尝，身体感受只不过系虚幻啫，而我所知却无一法存在。你只系得到我嘅骨络啫，为何你呢？就是这样，你总算得到我的脊髓了。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为何我现在将衣钵传给你，作为传法讯物，你就是禅宗二祖了。记住，200年之后，衣钵传至六祖，就不用再传了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禅宗法门已经传遍各地，不过知道的人多而行道的人少，说理的人多而悟理的人少，所以千祈不要轻视执迷不悟的人。任何坏人在一念之间都会弃恶从善。这四本灵驾经是佛祖的最高法门，可以用来开悟世人，一切交给你，你听住，悟本来之土，传法救迷情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大师，你去边度啊？原来是妙香庄，我要向西面行。为什么得大师一个人呢？你回去就知道了。得只鞋的，到底去哪里？
廖香莊點解要你親自嚟送貨啊？冇辦法啦，而家周圍都香火鼎盛，我唯一嘅夥計啊，都做咗老闆啦。嚟，等我幫你。唔使啦，係啦，我尋晚挨晚喺路上撞見達摩大師喎。冇可能噶，達摩大師已經涅槃咗三個幾月啦。點會咧？我睇得清清楚楚噶，佢啲禪像度仲雕住隻鞋嘅。喂喂。关于达摩祖师带一只鞋西行之说，皇帝听闻之后，为求证真假，所以下令开棺。结果开棺之后，只见棺内剩低一只鞋。查当时达摩祖师已经是150岁了。